Hello， 这里小马。之前有新人问我什么是二次元装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如果是你们会怎么回答呢？刚好前一段时间画了三个二次元妆面，这一只是炒饭自制的榴莲酥，来想给它放眼珠的，然后发现它中间有一个圆柱是歪的，根本放不进眼珠去，然后我就这么直接拍了。这个娃前一段时间在草吧上很火，瓜挺多的，这个小圆柱直接给我整不会了，顺便把我家这个TF 的02头，两颗02头给画了，这个是喷色的头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没有白色的一个头，一起看一下吧。顺便这些头都不是树脂的材质，然后非常容易染色，前面那个黑色的头就是因为染色我把它给喷了一层漆，上面有些是树脂材质的，是可以随意换妆面的，比如说 DC 家的那个米优。那么你更喜欢真人风还是二次元妆面呢？